我们在荒废已久的没落围城堡中接收到了求救信号，是一个自称强一点的人，说他们遭遇了感染者袭击。乔伊落下的信号棒，听说在没落围城的夕阳下拥抱过了情人，留念在一起。可是我还听说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场。放心吧，这里很安全的。有什么？不好，有大量感染者出现，保护好自己。马车来了，快上车，不要恋战。这座城堡曾经有着辉煌的历史，它的最后一位主人是莫洛维公主，然而悲剧就发生在了她身上。相传在莫洛维公主和爱人携手走进婚礼那天，一只巨大的荧光感染体带领着大量感染者闯入，毁灭了这里的一切。我们快要到达礼堂了，探测仪上显示求救信号就是从这里发出的。礼堂里有人呼救，快打开大门。有人来救救我吗？后面有一大群感染者在追我。谢谢你们救了我，拜托帮我找到安雅好吗？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她已经不在我身边了，我很担心她。感染者们马上就要来，快找些东西挡住入口。防守插板能暂时挡住她，我们快点找到离开的路。亲爱的莫洛维，
你愿意嫁给我？脚印延展到了里面，安雅应该就在里面。又是可恶的感染者，消灭他们！这是我第一次回去，要是不好听，我再来。怎么会不好听？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。真的？那我以后天天陪你听。跟着脚印就能找到安雅，但愿他没有受伤。这是安雅的包，她一定就在附近。我找找有什么线索能帮助我们找到她。找到了，这里有个暗门，这里有个暗门，我们下去看看。地上布满了恶心的荧光污染液，可以用火焰对付他们。这里有个精英感染者，只有击败他才能继续前进。
我听见有人呼救，推开铁门。是安雅的声音，她就在里面。我好害怕，有人来救救我吗？安雅。乔伊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。这具遗体难道是？外面闯进来了许多感染者，你待在这里，待在不要出去，不要出去。我和卫队去，我和卫队去对抗。让我和你一起去，我也想帮上忙，我也想帮上忙。你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等我。我向你保证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，我一定会回来。看来这么多年以来，莫若薇公主始终没有等到那个人回来。空气中有烧焦的味道。不好，涌入的空气助燃了余烬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。感谢你们的帮助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为莫柔维城堡带来灾难的元凶出现了，看来他是没打算让我们走，和他拼了。消灭了魔术，看来城堡里的英国们可以安息。